的价值应该是在变化，有这样的努力。谢谢。最后有请反方三辩驳论，时间为三分钟，请于嘉慧提前开口发言，公开自反。谢主席，刚刚对方跟我方争论的有两点，第一，被爱的定义，以及整容者他们整容的那些还广告，那些广告会夸大。在接下来我方将告诉对方呢，为何我们把被爱定义成道德沦陷，已经丧失同情心及同理心。对方辩友刚刚已经向我方承认的是，就好像战争以及恐怖组织袭击事件，他们是一个悲哀，是因为每个人他们当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产生那种极度失望、极度绝望的表情，极度绝望的情绪。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今天整容的人，我们看到他，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我们不会有。如果不会有，为什么我们会把他的战争跟那个恐怖袭击事件来相提并论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您方把人性的悲哀把它定得太过。低不足以把它不足以在悲哀，没有达到悲哀的程度。再来，刚刚对方辩友说，很多的医生说，没有解释过后我们手术过后的风险啊。可是对方辩友有八种人不可以进行手术，都是要通过医学审核才能进行手术。对方辩友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待会我帮将会跟您方说出有八种人吗？八种人不可以你去动整容手术。再来，刚刚对方也有说，为什么我们如果外表不好的话，都已经很自卑了，那你要我方如何去提升内在的内涵呢？我就是要我外表比较好看的时候，我才有那种才不会自卑，才会自信对待外面的人群。而且如果是整容的话，内心不会改变。为什么不会改变？难道我们整容会整形吗？不会。那些我们注重外表，当然也注重内心。可是我们注重外表有错吗？我们没有错，但是过度注重我们就有错。为什么说追求外貌？刚刚对方也说，追求外貌没有错，是因为从古至今我们都已经是这样。但过度追求，它不能说是悲哀，因为它就好比跟战争还有那个恐怖袭击，他们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是价值上的偏差，他们是那种他们的思考，他们思考他们只是他们没有真的达到悲哀这种地步，这么严重。谢谢法官方面，请您留步。行，正方二辩上台致辞，时间为两分钟，请。好，对方辩好。好，请对方辩友，推动整容普及化的社会现象是怎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一个以貌为主的观念 ？OK， 好。方便美是全面的对吧？这我们把它是共识，是美是全面的对吧？就是还要包括内在修养的美、学识广阔、谈吐有礼以及思想成熟，对吧？对。OK， 很好。方便有以外貌作为第一印象评价标准，是否扭曲了美的概念？为什么？我不扭曲。不扭曲吗？现在我们看到。对。现在工作我们没关系，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们看到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汉默许，他就指出了俊男美女不止获得更容易破壁，而且家庭也比较多。我们也看到较美的人，他们的薪水比较熟的人相差21%，要不要你做解释？他们能力可能比较相对有比较高呢。好，也很好。对方辩友，你答错了，不是能力关系。我跟你说，他们更美，更熟的人相差28%。对方辩友，你倒选是否回答？以貌取人是否悲哀？以貌取人是否悲哀？那是另一个问题啊。以貌取人是否悲哀？他们是悲哀的。很好，对方辩友，你父母在教育你的时候，有没有教你要以貌取人？没有。我父母也没有，也没有，这都是一个负面价值。好，对方辩友，没有价值，这是悲哀。对方辩友，先越来越多，先越来越多，这是悲哀的吗？那个
就没，本来就不是一个臭尿尿的，也是刚刚跟我爸发生公司嘛。可是现在啊，以貌取人，本来就是一个臭，为什么说跟最初没一样的？因为现在也59.7%整容者，是因为社会以貌取人的关系是整容的呀。好，非常没有，我要想说就是，您在备案定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是要有道德同理心上的极度失望才是？那些边缘人不爱同情是备案的事情。边缘人不诚实，贪婪，这就是备案的事情。贪婪备案，哦，很好，外国人贪婪备案，所以不是不一定值道德。现在进入广西相接自己的旅行，下一站是两分钟的教练接受计时接受，谢谢双方教练，计时开始。整容者在手术前被告知整容的后遗症呢？那为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正你自己的身材，那你不会自己用心去了解整个整容过程吗？再来第二遍，我想请问你整容有没有正面的价值？好，刚刚没有告诉我们，今天我方所提出的全部都是道德上的偏差。他告诉我们，今天整容其实一个中性的东西。那对方没有今天就提出正面价值跟自己的是有偏差的。不是，我方该重复我方的问题，请问对方没有整容有没有正面价值？我方为什么整容普及化是没有什么正面价值？好，对方没有，为什么有59.7%的整容者是受到社会以貌为重的以貌取人的关系去整容的？所以今天对方没有显然是不看我方的正面价值，我方正面价值写的是，如果看整容普及化，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有不足，我们就可以后天的改变我们自己。在对方没有多次逃避我方的问题了，请你应该不要给我发一个解释。对，为什么？今天重点在于我们看问题不看表象，我们要看本质。今天对方为什么忽略是他们定义是今天我认为自己外貌有问题，我改变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多元选择正面价值。但实际上，您这个不满足是基于您本身的心态问题。像我们很多例子，孔孝真、林依晨等等，他们不是标准美女，但是他们一样可以很受大家待见，他们对自己有那个信心。朋友，请问今天我不满意自己的容貌，我去整容有何悲哀？朋友，你不需要因为这个去整容。朋友，没有问你啊，一直接受自己的吗？就是改造自己的吗？会选哪一个？朋友，哪一个是正确的？对不对？仍然是想要改造吗？那你今天性格不好，你会想要去接受自己吗？为什么那种性格不好是另外一个？因为我们今天看内涵是永恒的。现在为什么您其实已经非常漂亮了？您不整容整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美，而是在于要挑不起。啊，对不对？今天你承认我漂亮，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在我不满意自己的时候，就有那么。后悔整容是他们
不起，后悔整容是他们在整容之前的问题了。对，没错。那我再往前走，为整容现象普及化的整容者，大多外貌没有很大的缺陷，为什么他们还要整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自己外貌不够漂亮，所以我才要去整容，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看，到底是吧？所以今天就在于我们的正面在光。所以刚刚虽然没有说整容普及化是一种悲哀，是因为他们的正面、他们的负面价值大过正面价值。可是我才告诉他们，那个战争还有那个恐怖者袭击和他们并没有一点正面价值，所以我们称他为悲哀。而且今天如果我们根据人性的悲哀道德价值来看，如果今天整容普及化能带动正面价值，引导更好的时候，我们说它不是一个人性的悲哀。刚刚并没有说我们要第二个重点，说我们要结束自己。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懒惰的话，好像我觉得我懒惰，可是我难道我还要继续接受懒惰这个习惯吗？如果我在我外表已经不好看，我还要接受我外表变丑？在此特别提醒反方教练，除中场提示环节以外，教练团也尽在比赛进展过程中对场上任何进行任何有声或无声提示，这是第一次警告。如果再犯，我会要求评审团扣除反方之争平和分。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总结陈词的阶段，先请反方四边一部中央讲台，您的总结时间为五分钟，有请。真正想要办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还
对啊，贝尔告诉我们说，现在医生一直不断的在看盈利嘛，会有误导，不告诉我们风险是多少。那请问贝尔，当一个人真正想要改革的时候，为什么要自己花心思去问清楚、查清楚呢？这种东西是很基本的，上网搜寻一下，难道会查不到吗？所以，贝尔，社会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整容现象普及化，并不是贝尔没有说的那么狭窄的悲哀。今天我们看到什么？整容现象普及化，给人们更多的机会，更美好的未来。它虽然它是无法不否认，还是存在道德偏差情况。可能有些人会更注重外表，可是那不代表他们不注重内心。所以我方只能说它是道德上面的偏差，而不能说是人性的悲哀。如果在对方都已经承认战争是一种悲哀嘛，在战争这么大的悲哀中，整容的这个有正面价值又有负面价值的东西，真的能够称为悲哀吗？接下来我方将要巩固我方立场。今天我们看到整容的确是有价值上偏差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它带给我们更多创新，更多美好的未来。我方不否认它会有弊处，但是在这两者兼有的情况下，我方不认为任何一种可以帮助到各方承认立场。再来，它反映的正面价值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让人家更有信心、更积极。如果我能够有更好未来，我就不会再为自己的面貌。谢谢法官思典。最后有请正方司理吴中央讲台，您的总结时间同样为5分钟，计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有请。谢谢各位主席，大家好。所以今天整场辩论还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定义和比较标准上的问题。我方比较标准是这样的：只要今天整容现象普及化，它所反映的是推动它的群体拥有了负面价值观压迫正面价值观的时候，它就是悲哀的。那怎么说它是一个负面价值呢？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价值，我方认为这就是负面的价值。但对方辩论的跟我们比较标准有点不同，他告诉我们只有上让人极度失望才是人性的悲哀。那我们退一步来看，我们承认的话，我方所提出的三大论点都能论证让人极度失望。接下来我再解释一下。对啊，因为我接下来在主编稿告诉我们是科技推动整容现象普及化。我方认为今天科技这种科技在之前就有，真正推动它普及化的主要是整容变成一种商业。第三，对方没有告诉我们，我方所提出的所有负面价值，充其量只是一种价值偏差。那我反过来看，对方没有所提出的所有正面价值观，我方是不是也能说，它只是一种价值偏差，没法论证对方没有所的正面价值观？而接下来，对方没有换一个角度，他不再说价值偏差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整容现象普及化有正面还有负面。那我看到对方没有提出的正面有什么？第一，他告诉我们整容能提高自信。首先对方辩论没有论证整容跟自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在整容后只有25%的人满意整容后的样貌。对方辩论没有告诉我们外貌跟自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到成龙鼻子不精致，张惠妹身材大，他们同样都可以很有自信，所以样貌跟自信没有关系。接下来对方辩论没有论证今天自信需要通过外貌来提升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悲哀的？今天对方辩论还告诉我们他能让我们社会变得未来变得更美好。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当样貌作为一个社会的评价标准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悲哀的呢？最后对方辩论还提出我们能同时兼顾外貌跟我们的内涵。可我方一遍在回答答辩的时候告诉大家，今天不能同时兼顾，其实它主要表达的是今天如果我们对样貌跟内涵都有同等注视的时候，我会分辨到哪一个是表面，哪一个是更重要的。这样我要阐述我方论点。今天整容对于整容者上面的悲哀，我方主要分为四种。一种是让样貌单元性，就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把鼻子弄扁，没有看到一个人把双眼皮变成单眼皮，所以这种单元性的样貌追求，我方认为是悲哀的。第二，整容者盲目的心理，整容者今天为了
单纯表面性的样貌的美而付出那么多代价，证明他们是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的。第三是整容者受社会观念影响。第四，整容者不接受自己。今天我们推崇的概念应该是像张惠妹、成龙，他们就算样貌没有太过美好，但是他们同样的活出自我，这才是我们该推崇的。而当整容现象普及化，它跟这个我们整个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背道而驰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悲哀的。接下来我们看社会大众，既然把样貌当为第一印象是一个人之常情，不悲哀，当然没有这样说。但是今天社会不只把样貌当成一个第一印象，在职场中受容貌歧视人占40%，而今天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以貌取人有什么悲哀之处，因为我们看到以貌取人不是我们常识以来推崇的样貌，而今天整容像普及化反映出社会与这个社会所推崇的背道而驰，同样是悲哀的。而今天最后在整容业者来看，今天整容业者推动整容风气、整容普及化，主要是因为今天整容不再是一个医疗手段，而变成一个商业的东西。它悲哀之处在于，他们整容业者在广告方面，他们减少它的风险，夸大它的效用，而这时候才能推动整容现象普及化。而在这种推动整容现象普及化不是我们推崇价值的时候，我方认为这是悲哀的。所以总的来说，长得漂亮就这么以为是，活得漂亮才是你的真本事。